说小，今天呀下着雪了啊，昨天下雨，今天下雪，外边不能干活，在家咱把那个大棚给它定，和床定上，屋里干活呢，大棚里头。正好赶上这天的事儿，大棚里干活。这时候大哥来了，他帮整。看看我这铁锅炖大鹅。今天中午完了，我又整一个豆角，小葱拌豆。今天就是头五，就是赶定腿儿，这会儿先定腿儿，腿儿定够了，下午一摆就完事。这一头五的腿儿差不多能定完呢。哎呀妈！大哥说不够定了，不够定呀！这大锅吗，大哥？大锅呀、啊！大锅，有我妈，有我妈特意点名说让你给焖饭，就你会焖吗？这么多不行，还是大锅人啊？大锅人，咱们这里人才有的是啊！焖饭去，大哥行了，大哥板上有名了，专业焖饭的大哥。我等着回家。反正有点晴天了。拿下那碎木棒子就直接烧火了。马上要吃饭了啊！多盛一壶，知道吗？多盛一壶。他哥要开是嘛？人家别人一开快。你那油往那想吗？送给我的，来一圈。再来一盘。来，来一盘。盛的好啊，盛盛放。放锅呢，吃去吧。放锅，哥。继续好吃。丰收不收？丰收。大丰收吗？你瞧那后头瓦，你拿个碗呢。等一会儿我得来了，大哥头来，给老哥来一盘，在这边。老哥，别坐里，咱们啃他得了。你们太受累了，你们吃吧。老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有碗了，没有碗。这菜不错。拿碗，这身后呢？你是身后全是碗。饭店订餐就30块钱。给呀。还说认识。那你还不认识了？一共就5人。爸搁那边呢。这身后呢？是啊。嗯。乱炖。黄桥钻树林儿，坐那能得劲儿，你坐着凳子都老啊，能够够上了。哎，喝点酒。